这是什么河呀？南水北调。南水北调的，咱这段叫什么呢？这段还真不知道，河北段呗。嗯，南水北调，你看上边全都是那个蛇腹铁丝网，啊，小刀片儿，就怕人把这水污染了。北京的水全南水北调，从那个叫什么？汉江，嗯，就是长江的第一级支流，汉江，穿过秦岭，把那水调过来了。现在车都坐越来越宽，越来越大，新的那电车在后边的那个别克担心过不来。在这种那个支线上，各地都有限制，比如限高限宽，过去限高限宽，现在车都变越来越大了，有的车就过不去。这是北京西南的保定地区的涞水县。嗯，你看这边上全是卖核桃的。看这道路两旁全是核桃，就是那种文玩核桃，就是手里边弄俩球，那是揉着的那种，那是核桃的鼻祖，就是这一带。嗯。但现在这两年就是不好卖了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都是嫁接的，嗯，就是干线上面加的，那叫马子吧？刚才我学的叫马子啊，嫁接的。嗯，我看着个个都是好核桃，我就看不出来，成儒就看得出来。去年我来这儿视频跟李成儒，李成儒说嫁接的多。嗯，四天前我说我要来涞水。今天要来就接你一趟去，他说低调低调，现在李成儒低调。那新车没问题吧？啊，新车有啥问题？没问题，没事，他是老板，他说没问题就没问题。楼寸前面修路，那个给我们带路这哥们儿，他就是整个涞水县的路全是他修的，所以他知道走哪条路。所以我就老说呢，得认识每一个村的村支书。嗯，啊，他是县级领导呢，他是。葱蒜都好哈，嘿，这个不是核桃市场，这农贸市场啊，像集市似的。哎，这也是大青核桃，你看，这核桃真大呀，是吧？这核桃大，我看那个城里那儿，我们种那核桃没这么大，这核桃真大，还是卖核桃的。嘿，是吧？他们都不知道有你在北京玩核桃的，你们都有私家车过来看看，来水也不远。你看这大青核桃还带着青壳呢。他要是没人带着呀，这小路他都开不过来，是吧？他一走着大路又走了，这不知道路。对，真是得有当地的路。这青核桃真大，你看这个，这两侧全是卖核桃的，这叫原产地。嗯，原产地核桃是当地一个产地。嗯，就所有那种手里玩那核桃的母子，就是由这儿发源的。这些都是核桃树，这些都是核桃树，但一颗核桃没有，都给打光了。嘿，
你看那个中国这广告哈，都是国旗的颜色。嗯嗯，我那个不光是什么中国银行、中国工商银行，你看这个，这个农用车上这广告，杂粮煎饼、鸡蛋灌饼、里脊八饼、烤冷面，都是红黄，都跟我们国旗一个颜色，红黄。多长的街，全是卖核桃的。所以不能买那太大的车。原来那个东风给了我一悍马，就那个假悍马，叫东风猛士，就不好开。为什么？它停车那车位占一个半车位。嗯，我那上一个临时的军牌，所以停车不花钱。不然的话，那么大车停车都费劲。这是第一，停车。另外那个东风猛士啊，它是烧柴油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柴油车中国不许上牌。第三呢，它算皮卡，皮卡又是北京不许上牌，所以那车不仅质量差劲，你也上不了牌。但是看着那儿特吓人。嗯，实际上好多功能都没有的，比如那个叫悬停。嗯，美的那是自动挡的，你能悬停，中国那是手动挡的，你还得左脚虚踩着离合器，不是老司机都弄不了那个。没事，你，哎，我不懂奥迪那个4.5、5.5那是什么意思？不是排气量吧？那是什么意思？排气量。排气量。嗯，2.0T、3.0T。哦哦哦，就。那个，那5.几那是什么意思啊？5.几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啊，我看有4.5一横线，5.5，我就不。那个5.5的是不是那个6缸的？然后你4.5是不是4缸的？啊，它是那个版本上好像。一样吧，嗯，可能是。哎，陈知道吧？4.5应该是奥迪 Q7 吧？Q7是也有4缸的吧？不，但是它后边那个小字儿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它有4.5、5.什么的。嗯，有的那个人就开一奥迪，还有3.几的呢，就是那个老奥迪都有3.几的，所以不能看它是 Q 级，得看它发动机。嗯，对。嗯，这棵松树真好啊！上回咱们来，那个和尚师傅就在这儿种地呢，嗯，就是在。您说了吗？第一回见和尚种地的时候啊，就在这儿，就这个，就哎，对，长空就在这儿种地呢。上次来，然后你拿着摄像机对着他拍，他好。对啊，对。后来你俩聊一块儿了。后来聊得特好，嗯，聊得特好，我都忘了聊。就是首先我们政治立场一致，然后还聊什么了我都忘了。哎，这边风小哈，我看这边不没有那个张家口，遍地都是那个风力发电，这边一个没见到。还有光伏发电的。哦，就靠那个哦，光伏，嗯。您看那个啊，右手那山上那个啊，悠悠的那个啊，哦，那些都是哈，就那个往五台山走路上能看见好多光伏发电。中国据说这个光伏发电世界特别牛啊。这和尚师傅要出来一趟也不容易哈，要没车这不容易，必须开车。他自己开车好像啊，哦，不是，好像一个挺大的，那时候我弄混了，不是他，那是那戒台寺，戒台寺那师傅开一个那个福特最大那叫什么东西，那个猛禽，开一猛禽。不就是好看啊，到这儿就这庙就有庙的意思了，两边全是松树柏树。对，下回再双开我就跑这儿来，啊，找一庙来，是吧？喝那个师傅那泉水，哎，多等着啊！对，他真能住。对啊，对，他两天摘。对，上回我们中午还在他那儿睡觉来着，是吧？他还有客房。有。嗯，我觉得对。还能吃斋饭。对，后那个他那个景，
有个井。对，你说的那井是那个泉眼？对，那个泉眼，那个叫小宁在那儿就弄了好多水走啊，说是含丝的水，我还第一次知道水有含丝的。哎呦，它这绿化是真好，而且都是这种针叶林，全是好松树。你看这松树长得跟画里的树似的。上次来就没注意，就这块全是松树。这个应该属于原生态的。嗯。就这些地儿的这些水，就都是山泉水哈。就山泉水。对，但这个海拔。这是太行山吗？算太行山吧。属于燕山山脉吧，那应该属于燕山山脉。哦。在这儿，如果上边那个无人机来轰炸，都轰炸不着哈，都于那个树，对对，树把车都给掩蔽住了。说咱们中国的那个无人机，那是曾来过这儿是吧？嗯，对对，这种庙才叫庙呢啊，是在远离人。嗯，你看这庙，爱党爱国，爱教，先得爱党，第二爱国，第三才是爱教呢。然后是爱文教，再守法守戒，爱党爱国爱教，守法守戒，般若。嗯，好多人那天还都念盘，那是般若，嗯，般若，啊，般若波罗蜜多，我是受过正规的佛教训练，我出生地就是佛教图书馆，嗯，那是那是泉眼那个龙王庙，嗯，这边不晒。90后哦，我这哟嗨，我前些日都就痛不欲生的，我不知道有这么多茁壮的年轻美丽的女粉丝，哎呦吓了一车，两位美女，还有两个，哎你好你好，哎哎，你特崇拜，不好意思，哦我不好意思，啊哎你好，哎。唐老师，那五，那唐老师给你。不用。哦，这是七环。北京京七吗？哦，这是眼前那条路。这条路就是。哦。但七环是高速，不算，不是是高速，也是封闭的。嗯。哦，北京的七环，啊，北京的七环，你看底下这个。那下边清水了吗？八二楼给我清水。二楼清上水。二楼的会议室。啊，弄上水，给我清上水。哎，茶水。他问泉水还是？泉水。泉水。这就是泉水。烧开了，坐着的。热的。清上茶水。热的。啊，我这就下去。这就下来，啊、对。谢谢小师傅啊。都是泉，问泉水还是茶水？嗯、有人专门喝泉水的。嗯。阿弥陀佛。上次来您种地呢，啊，一年没来，欢迎您，哎您就别设了，我不设了，哎不是没事了，这个咱们这个新华社的曹老师，哎，我知道，记忆犹深，记忆犹深，啊，上次咱俩就聊得特别好，对，嗯。你又听谁讲的？你不听我讲的？我听你的，我这不来吗？这不来吗？我们拜月是拜的东方三圣啊，是一个祈福的。一会儿我们喝口茶，我们老师您这样照着我还敢说话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那你说吧，自己不是您再照我跟您好了啊？哦，是玩笑话。这个唐老师，这个是对咱们这个我知道。有这个什么的帮助，嗯，
这是什么茶呢？六宝，我加了、加了点陈皮。哦，哎，对，这两天那个南方还跟我说陈皮，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，新会的陈皮最好哈。最好。嗯。让那个中国厂的几万一斤。几万一斤哈，新会。